笑笑我。他这个拍的是这合理的吗？今天呢，要来开箱一个绝地求生包。那这个包包里面会装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我就来邀请我们的丁小编，让我听到你的掌声跟尖叫声。哎，丁小编，你今天背了很大包的两包，对对对，装些蒜，对，装蒜啊，对对对对对，Nope。对，现在都在下面，起码两个礼拜吧。对，两个礼拜，然后你就是准备大概两个礼拜吃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嗯，因为其实如果你去野外求生的话，大概也是撑两个礼拜吧。野外求生啦，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里面要怎么吃心灵治疗的东西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吃的东西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如何让你的心灵获得一个救赎。好，我开小的，你开大的。好，真的吗？我来看一下你里面装了什么。No， 这不及格，因为这边空了，这个连这边也要装。装一包卫生纸我也开心，蛮好的哎。这个面包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垫挡的东西啊，就是你也不需要料理，我里面准备的东西都不需要开火，你就直接吃就对了。对，这个一定很必备，就是泡面，还有这个土豆面筋。没有果酱的话，你可以配吐司吃，可以吧？不然你没有果酱，我就只好配吐司。好，这个我不太懂。你说普拿疼哦？对，哦，没有。普拿疼这种东西是因为假设我可能在家嘛，对不对？那假设我有可能我有偏头痛，因为不方便出门，对不对？男生就是公公，因为公公才会偏头痛啊。No。 那大包的，我来看看你拿出什么来吓吓我，吓吓我，吓吓我。哦，这个应该都吃过吧？这个很好吃。对。没吃过的人，对，营养口粮，对，所以这个有比较营养的吗？有更营养，更营养的。或者你在当兵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吃一片，再配一杯水，你就可以抵一餐了。哦，它会膨胀。我也是在当兵的时候才真正去认识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硬，很无聊。再来吃一口。玉米罐头，是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就会自己吃一罐，但是更胖，因为甜。不过我觉得玉米罐头它有一个好处，是因为它有甜，所以它热量算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一直维持运作。OK， 现在这一包是什么呢？我有点开始没有印象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豆腐乳呢，它为什么一定要有？你吃起来你觉得它口味是怎么样？就是那种咸咸的，然后它很下饭。你吃一点重咸的，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个维持身体的机能在前进。我们也不能缺少钠啊，所以这个东西适可而止，但是它在你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实蛮好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要运动啊！真的假的？接住，把它当成好朋友啦！我还得换个脸，然后分他吃啊！哎，威森，你要不要吃？刮胡刀啦，刮胡刀，这可以啦，这可以。对，有时候你是毛太多。Nope。如果大家有看宫廷剧的话，那个人啊，不管到哪里，到湖的前面，到了。哎，不是现在口罩难买啦，你先给我啦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们西制作人的照片，请问一下是发生什么事？拍的这么不吉祥的证件照，他这个拍的是这合理的吗？东西，然后他照片摆在前面。我们当成笑了。该不会有诈？有问必答。主意平常如何避难？我最近就是收入比较少，欠人家钱。不可能啦！不太会让自己受伤跟发生危险。那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一个环境。大灾难来了，我就会在家里坐着，让自己的心灵先安定，然后留在原本自己熟悉的空间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那我抽一个问你，那丁丁平常在家里会做什么？我平常在家里就看剧啊，然后我会翻旧电影看。我其实不太看新电影，
哦，如果你真的在家里隔离14天啊，你会选择一部电影，你会选择哪一部？我应该会把《哈利波特》看完。我听过蛮多这个答案，因为它有连续的，對對對，而且你可以一直看下去。一天就看个电影的话是《哈利波特》，嗯，啊，如果我看的是美剧，嗯，《银之路》。对，我1到10季我都看。我会看《康熙来了》，就是让家里在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的话，可以一直笑。哈密瓜哥哥应该是戒烟才变胖的吧？哈密瓜。你真的很爱叫哎，欸！你昨天吃什么？热炒。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变成热炒？这里面呢，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才是应该要准备的。那你要怎么样让泡面有热炒的效果？它可以泡，但是它又可以吃出一般你在外面的味道，就是这样子。它这个肉燥包，如果你怕它不够热，对不对？用手心的温度，对，你先把那个肉燥的油啊，先跟那个泡面混一混，最后再加入这个胡椒盐包。小时候就这样吃了，我比较早出道啦。对，你看，尝尝看，好油哦，就是这样才好吃啊。哦，真的很猛哎，要加酱你才可以吃到肉燥的味道，而且你要把它，来，你吃一下。哎，比较早出道了。给我讲一些，实在不简单啊，这更好吃。哎，可是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用味道多了一个层次出来，停不了哎，停不了哎。所以其实前一天吃什么东西，你可以用你的救难包里面去发挥你的创意，发挥你的创意来留言跟我们说，我还可以怎么吃？那希望大家呢在隔离啊或者是逃难的最后过程之中，一定要好好的维护好自己的身心灵健康，是最重要，健康是无价的哦。一起来看看你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料理，或者是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啊，戏剧留言跟我们说。对，留言。嗯，再见，拜拜。我爱你。他怎么没有放纸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药啦，这个药。